我是公关列车长的2014年11月13号，台东。哦，这是转运站，哇塞！我想要慢慢走。哎呦，还有台东秀泰，哇，原来在这边呢、哦，秀泰。哦啊，这个就是以前的旧站的模样，那广场，差不多是应该是它的广场那样，然后一个那个模样仔。哦，这应该它的以前的旧火车站。哎，有我喜欢的了车子。哎，有哎。好感动哦！哇塞！哇，哎，真的，这就是以前的台东火车站呢。哇，酷哦！啊，如果你喜欢片，可以把它转成哥哥给我们大家。哇，真的是时光旅程呢！哇，宅鬼的蓝皮，黄皮仔，哇，超感动的。台东马兰，人生真的来到这种地方，真的很，哇，好酷、哦。哇，真的，以前的旧月台又是那种。东部那个花岗月台，对啊，如果喜欢片，干嘛咱们多多订我们大橘王片，就这样，拜拜，感谢，再见。